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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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，小姐！对不起，小姐，我们已经打烊了。打烊？现在几点了？已经十一点了。十一点？十一点？完蛋了！我去找采访。不好意思啊。以后好好照顾子熙。才回来啊？啊，对呀、啊，我今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去跟一个朋友见面，一不小心就聊晚了。下次早点，赶紧洗澡睡觉吧。好的，那个你赶快睡吧，不用等我啊。嗯。进。顾总，这个是刚刚门卫送上来的，说是一定要亲自交给您。啊，放着吧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先出去了。嗯。看他怎么捡的啊！方叔，哟，露露，这是外面有人送来，指定送给老夫人的。啊，你先去吧，我送去。哎，我来打扫卫生了，来擦桌子。锦溪，哎，昨天干嘛去了？昨天和一个朋友出去了，我不是和你说过了吗？去哪儿啊？咖啡厅啊。什么朋友啊？闺蜜。真的吗？对呀。这是什么呀？照片是怎么回事？我昨天确实是和上面这个人一起出去的，去的咖啡厅。可是我们是去谈事情，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睡着了，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十一点了。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，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贺锦溪，你还在撒谎？去咖啡馆睡到半夜三更，骗谁呢？骗小孩吗？我没有撒谎。那你刚才说是闺蜜，照片上明明是个男的，男闺蜜。我贺锦溪，
我真没想到你表面上是一个纯情少女，实际上却是一个荡妇。顾先生，你说话注意点，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，你不要污蔑我。好啊，那你今天给我一个解释，这照片是怎么回事？照片上的男人又是谁？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解释。我怎么跟你解释？我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。别走。贺锦熙，你告诉我，这男的到底是谁？你们俩到底干了什么事儿？你先放开我！你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你放开我！我是你老公，我有权利知道真相。你快说！我什么都没干过，我说什么呀？你放开我行不行？你干嘛？说！顾总。顾总，这样对公司的员工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过分你妹！她是我老婆。顾夫人，是太不像话了！这个贺锦熙居然干出这样的丑事情来，我们顾家的脸面都要给他丢尽了！真是啊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、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心地善良、老实的孩子，没想到他居然跟人家干出这样的事情来，照片都寄到家里来了。西城，你必须马上跟他离婚。奶奶，我不会和他离婚的。你再说一遍，这么一个道德败坏、淫乱的女人，你居然不想跟她离婚？奶奶，我刚刚看到照片的时候也很气愤。后来我一个人冷静地想了一想，以我对她的了解，她应该干不了这样的事儿。谁好坏会写到脸上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们顾家没有这种伤风败俗的媳妇儿，赶紧把她给我赶出去。奶奶，您别生气。我觉得这件事情里面一定有什么阴谋。你还在为他说话呀？照片都放在这儿了，人证物证的，你还有什么不信的啊？您先冷静一下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查得水落石出，给您一个交代。哎，你这孩子，你要气死我呀你！老夫人，老夫人，您就相信少爷，再给他点时间吧。好，我给的时间，要是这件事情属实的话，你看我怎么整治那个贺景熙。喂，傅博雅，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对不起。你现在能不能跟顾先生解释一下？你就告诉他我跟你之间什么都没有。喂，这样呢？大哥这么好的人，为什么要陷害我？要是解释不清楚的话，顾锦城一定会离婚的。那离婚的话，贺锦熙怎么办？天哪！司徒，你一定要帮我查清楚，这件事情是谁在搞鬼。贺锦熙，这次我倒是要看看顾西城还会不会要你。西城，我知道你还没睡，你能不能听我解释一下？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过，我没有拍过那些照片，你能不能相信我？
个清洁工真的是顾上的妻子啊？怪不得上回我让他去打扫卫生间，顾上那么生气，就让我去打扫了整栋楼的卫生间。这回算是说通了。你们说的假的吧？一个总裁的夫人怎么可能去当清洁工啊？哎，陆姐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我跟你们说吧，其实我早就看出来顾总跟那个女清洁工关系不一般，但是我真是没想到，那女的居然会是顾总夫人。这也太神奇了吧！这不就是麻雀变凤凰吗？人家本来就是凤凰，好不好？这兴许啊，就是顾总和夫人啊玩点小情趣。你没想到顾总还有这种爱好，哎，羞死人了。不是说顾少的夫人出生在书香世家吗？这看着也不像啊。就是啊。哎，行了行了啊，那顾家可不是一般的人家。既然顾总能看得上他，那说明这个女的一定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哎，你们几个呀，小心点说话，万一被顾总听见了，小心工作都没有。哎呦，真是！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都笑抽了呢。妍希啊，你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看你脸色不太好。哎，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嘛，干嘛吞吞吐吐的？喂，我问你啊，你说一个男的，要是看见了他妻子和别人的裸照，会怎么办？裸照？李渊，哪个男人受得了自己的老婆这样啊？要是我是那个老公，我肯定是离职前再打一顿那个奸夫再说。哎呀，那要是那个妻子并没有做过这件事呢？并没有做过这件事，那哪来的裸照啊？哎，你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不过，要是作为男人，看到自己的老婆跟别的男人睡在一起的照片，百分之百生气，这不离才怪呢。这么严重啊？博雅，你认错了吧？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你去到各大媒体交代一下，如果有什么不利的消息也能及时压下。是。老夫人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，应该是冲着少夫人来的。别叫她少夫人，她不配，赶紧把她给我赶出去。您先别激动，如果真的把她赶出顾家，会影响您和少爷的感情啊。就为了这么一个女人，她还要跟我翻脸不成啊？你看看她干的那些事儿。不过说实话，老夫人，经过这段时间的了解，我也认为少夫人不是那种人。你们都是怎么了一个个的，让她为了迷魂汤了？不是，老夫人息怒。不过请您仔细的想一想，自从少夫人嫁到顾家以后，一直都是本本分分的做人呐。如果她真的和别的男人有什么事情，那么这些照片又是什么人拍的？又为什么要送在您的手上呢？所以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。老夫人，少爷不是说了他会调查清楚的吗？所以还请您再给他点时间，我想少爷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的。那好吧，我再给他点时间，要是再查不出来的话，那个贺锦熙就必须离开顾家。是。照片是 PS 的，技术还不错，阴影、光线、连接处处理的都很自然，可以说花了钱的。你们怎么鉴定的？靠谱吗？你猜。说正经的呢，我找的这个朋友，通俗的讲可以说是阅片无数，所以碰巧
这张床照他见过，于是乎就把原片找了出来，发现他们只是把小嫂子的头和这个男人的头披了上去。经过鉴定，所有的照片都是假的。这个男的什么来路？不知道，不过我觉得你应该问一下小嫂子。我觉得这些照片和这个贱男人有很大的关系。哪个男人受得了自己的老婆这样？要是我是那个老公，我肯定是离之前再打一顿那个奸夫再说。并没有做过这件事，那哪来的裸照啊？要是作为男人看到自己的老婆跟别的男人睡在一起的照片，100%生气啊，这不理才怪呢。怎么办呢？不能离婚呢。顾局长，有事儿啊？我想找你谈谈。怎么着？你说不说呀？你要不说的话，我就回去了啊。哎，你等一等，顾西城，我那天是去见了个男的，可是我跟他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关系。我去见他是因为他以前救过我。救过你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那是在我9岁的时候，有一天我爸爸说带我出去玩，他让我在路口等他，没想到他把我给忘了。如果不是因为有他，那天会发生些什么事谁也不知道。南宫琉璃为了成为你的妻子，选择跟他分手，所以这一切都是南宫琉璃策划的，目的就是为了得到你的芳心。跟你说，这个女人为了得到你，费了不少心机啊，真是个心机婊。要不要兄弟我替你找人收拾她一下，保你满意？喂，龙飞，等等，你等一下。我想了一下，咱们应该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我先跟他谈谈吧。谈？嗯，谈什么？有什么好谈的？直接动手了，宝贝儿，干嘛这么怜香惜玉的呀？行了，这件事你别管了，我自己处理吧。奶奶，别叫我奶奶，我们顾家没有你这样的孙媳妇。奶奶，我真的是被别人陷害的，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。那你拿出证据来啊，证明你是清白的。奶奶，我还没有和男的。你说什么？不行，要是让奶奶知道我跟顾西城之间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说不定更会让顾西城离婚了。反正我没有和其他男人有过什么亲密接触。不管你说什么，这个顾家你是不能待了，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啊，你走吧。奶奶，我真的是被冤枉的，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。老夫人，
是，少爷说，他已经调查清楚了，正在处理。他说，请您放心。行了，这事儿啊，就先这样吧。不过，以后啊，一定要吸取教训，不能随随便便的跟任何人来往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行了，下去吧。奶奶再见，方叔再见。又是那个女人搞的鬼呀！是。哼，这次啊，绝对不能轻饶了她。顾总，顾总，您找我有事儿啊？顾总，这是个误会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顾总，您听我解释，我不是想做这些事情，我做这些事情，都是因为我爱你。顾总，你千万别生气。顾总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贺锦熙根本配不上你，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吗？滚。